宅家神器特品。最近在家我实在是闲得无聊，就从网上挑了几个宅家神器 No.1地狱拼图。为什么这个叫地狱拼图呢？因为它全黑，你拼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大黑板。我拼拼图一般都不会超过三个小时，就一个黑色，哎，不对呀，我估计哈，两个小时以内绝对拼图。让咱也试一试。哇天，这么小一片，这样也是降低难度了。我这估计更快了啊！我给你拼，我告诉你哈，这个拼拼图是有窍门的。先把这个边拼，把一个框先拼出来之后，剩下空间哈，那就是游刃有余。二十分钟过去了，出来一个球，哎呦，看着看着啊，右上角，哎，非常的严重，我们已经成功了四分之一了啊！又一个劲儿，哎，怎么又右上角？哎，也开始左上角。哇、这个应该照到后边拼，它后边每一块的这个维度都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脑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脑子就是不求人。然后就叫来了摄像小哥帮忙分类。摄像小哥分完了，自己跑了。自己一个人接着拼。哎，这又少一块。我以后再讲，我再也不拼拼图了，我就在这家宅死，我也不拼拼图了。生活如此美妙，我却如此报答，这样不好吧？还是这个电子佛珠比较适合，修身养性，还可以加功德。我的内心平静的就像一片死海，泛不起一片波澜。啊？小鸭。这怎么给？这怎么还得买 VIP？ 我方不动声色。来，哎呦，再给你们看看我新买的大帽壳。竟然还有动画片里边的女神的样子。是一个同志。上了年龄了，这个体能吃不消了，我得再放什么好戏。哎，你下我辈儿了，你俩！哎，快点下！